咚咚咚咚，哇！东华幼稚园奇趣频道。我问你哋啊，知唔知黑猫系咩色？黑色。咁白猫咧系白色。咁红猫咧？我知系红色。系黑白色啊！今集动物知多啲，就带大家去睇红猫。啊？乜红猫唔系红色嘅咩？大熊猫主要生活在中国四川甘肃和陕西省。那它们吃什么？它们是杂食性动物，它们主要吃竹和红萝卜。我知道它们喜欢独居，每只大熊猫都有它们单独的活动空间。没错，你再看看它们的爪，除了有五只手指之外，还有一只翼拇指的。五只拇指其实是一只特技腕骨形成的，主要用来握住啲竹的。那为什么大熊猫不是红色的？红色不过是小熊猫。小熊猫是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，原产于中国西南地区。是的，它的毛是啡红色，而且还有一条又长又蓬松的尾巴。没错，而它们主要是以竹笋为主食的。不过大小熊猫都面临着濒危绝种的危机，所以我们爱护所有动物啊。今集动物知多啲的时间就差不多了，记得 like 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啊。